外海预定海域实施多区域多型号长导火力突击，导弹全部精准命中目标，检验了精确打击和区域拒止能力。整个实弹发射训练任务已圆满完成，解除相关海空域管控。本台消息，今天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飞就我系列军事反制行动发表谈话。上午接到作战任务后，在东部战区陆军某炮兵旅任务地域，多台新型远程相式火箭炮一令向发射阵地机动。在抵达射击地域后，分队迅速完成火箭弹装填、射击桌圆装定等实弹射击准备。随着指挥员下达口令，多枚炮弹扑向目标海域，精准命中目标。我们圆满完成了在台湾海峡远程火力实弹射击任务，达到了预期效果，全面检验了部队实战条件下作战能力，坚定了官兵打赢信心。只要统帅一声令下，我们坚决做到炮听我的话，我听党的话，以昂扬的斗志、精准的火力捍卫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。在台湾海峡实施了远程火力实弹射击训练，对台湾海峡东部特定区域进行了精确打击，取得了预期效果。